厝内哪样感觉？当地也把你看，那个机场在那边，在那边上班。贵囡啊，东雄爱贵囡啊，七十个啊，对，70个小孩，那70个小孩啊，啊，每个小孩那个要最少要4个人，啊，要最每个小孩总共要有5个人最少，最标准就要，所以这个政府就要有那个400个人，啊，我愤怒鸟。哎呀我在今天被吹吹东京里面了，然后生理也今天弄出来的地方他卡起抓那行这也该用他的传统的那些用素的我在顶到都等了好在人网路拜拜啊好在人网路拜拜我皮干了我已经落尾三分过了呢，还袂行完。这阵我做这个。Thank you.
看镜头。靠呀！靠我这里。他都不过来看的。不来。他打野也比我。他这上面这个是直接被反我们脚下。这不能看完。不能被被反了。我们看见。哇！我就是讲水果上来，啊，就差不多已经刷了。那会知影讲，吼，我名话后壁阁一堆啦。应该是煞啦，不过这甜点哦，看起来真贵呢。音料拢免钱就对啊啦吼，音料拢免钱啦吼。最大拢有当客啦吼，最大拢有当客嘛。我们吃最大尔。哦，我还当还客哦。哎、欸，老板，你怎这样对待我们？哈哈哈哈哈！哎呀，哪落款啊？哎，你这少年是安怎嘴大？阿婆爷三岁就嘴大。爱爱洗袜裤。爱洗袜裤，爱洗个人叫了伊。哦。哎，土地公，啊你是忝啊？土地公啊，忝啊，忝啊哟！这土地公忝哦，你忝未啊？哦，我看你规身骨青光。哦，土地公加油哦！爱家的吃的，哎，落哦，恁这样做哦，我看冬暖夏凉啊。系啊，真正有影。啊，你找无这个厝啊啦？找无啊啦。
安尼好，非常多谢林武凡先生招待，安尼伫西港这一天非常快乐，大家再会。